别想了，他瞧不上你。那可说不准，这谁不知道？跟着赵记的娄青强都听说过吧？丁辉，哎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娄青强是怎么死的。嗯，那个，娄青强只在人姑娘手底下走了一招，就……啊，真的假的？都听明白了吧？想要在他面前耍威风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性命。 什么事？那些侍卫有些不知分寸，希望你别放在心上。他们怎么不知分寸啊？反正他们没恶意，他们希望在你面前表现的。 你看出来了，当然，公孔雀开屏这种事，我应该见得比你多一点。怎么，怕我瞧上他们，转头就不要你了？这你可想多了，我是怕他们惹怒你，到时候你再写了杀心，这毕竟，如今肯跟我去安国卖命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还有事吗？这几天能不能麻烦你跟殿下一块住？有刺客。 丹阳王的人，我需要玄灵和珍珠鸟。已经准备了。丹阳王知不知？他不知道。营地归吴的事儿，只有张松和皇后知道。你竟然知道我想问？毕竟是同行嘛。我可没有你们六道堂有钱，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几千金来买命。那只是赵记贪得多而已。我们平时都省吃俭用着过日子，有的时候甚至连买马的钱都没有。这上头的人呢，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够上天遁地无所不能，一面又希望我们像神仙一样餐风饮露。 你们也这样。我在任那会儿，像上头要比续赏钱费的功夫比杀人还麻烦。可不是嘛。啊，待会儿十三他们回来了，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商议一下后面的计划？你们放心。当然放心啊，我很早就说过，你是同伴。 不过我这不是攻心示恩，只是这回丹阳王的手下太多了，我们只有齐心协力。到时候叫我。想笑就笑吧，别憋着。笑我呢，可以，但是对如意姑娘，不得有半分不敬，明白吗？明白。